社区居家养老的老人都爱吃啥菜？本期邀请两位社区红人带来拿手好菜，做的可好了，超级好吃，我们家人都爱吃。社区工作者带来翡翠福袋，味道好，颜值高，哦，馋哭整个小区的一道菜。面点大厨献上三色炒面片，做法巧更家常，100%得推荐这道饭，上回家吃吧。究竟谁的拿手菜更受老人们喜欢呢？敬请期待。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哈，我们的节目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饭团自荐到节目当中来做很多好吃的东西。今天来的也是一位饭团，但有一点不同是什么呢？它是由诸多的饭团来推荐的，到底是谁呢？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姐，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位美食达人。周老师经常在社区教我们做菜，他做饭可好了，我们家人都爱吃。社区的大爷大妈们都纷纷邀请他到节目中来给大家露一手，希望大家好好跟周老师学习。你看，今天我们的达人是由这么多饭团推荐的，到底是谁呢？还有我们的大厨，来，有请他们。主持人好，来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姓周，我叫周元义，我是在社区在教老年人做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目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社区居家养老更是国家政策实施的重要方式之一。而老人的身体健康与饮食习惯密不可分，如何让老人吃得健康、吃得舒心，也成为社区养老的重要课题。本期邀请的社区工作者和大厨，通过教老人做菜的方式，让他们了解烹饪方法与饮食结构的合理搭配，也成为最受老人喜欢的社区红人。他们做的家常菜都有哪些讲究呢？接下来为您一一揭晓。好，我们的周姐来。另外这位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武菜厨师林正。周姐，刚刚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饭团在推荐你，而且说你心细，做得好吃，而且人特别好，什么感觉？听了之后飘。会不好意思吗？飘，有点飘。有点飘哈。有点飘。应该教我们的那个社区的大爷大妈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好吃的东西吧？对，两年了。两年了。对。今天你要做什么呢？教大家做一个翡翠福袋，它是一个蒸的菜，比较适合社区的老年人。大爷大妈们特别爱吃是吗？对。你看，今天周姐来做了一福袋。是。林大厨，你呢？我今儿也做一个三色炒面片。嗯，你这炒面片好像没什么技术含量，对吧？就是好像老人能喜欢吗？这个那肯定得喜欢。你看周姐这边就是老年人推荐的，对，我这边也教老年人班，这道菜100%得推荐这道菜，上回家吃饭。林大厨是我们社区的美食教练，听了他的课以后，我们的厨艺都有提高。我还是最喜欢林大厨教的那个三色炒面片，太好吃了。一会儿咱做您就知道了。好，那要不然周姐先开始。好的。您刚刚说您飘了，夸得您好，咱们做菜不能飘啊。我们先把馅儿喂一下。嗯，我们要用到的是猪肉馅儿，是七瘦三肥。周老师，你有算过就说你在社区找您做过多少道菜的吗？有几十道吧。你说几十道，那今儿怎么会想到做这道菜呢？因为这道菜第一营养丰富，第二它长得特别漂亮，老年人会比较喜欢。就老年人其实有一种这种感觉，比如说老张做了一道菜，哎，老李、老王，你看看我这菜多好看，你看，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对，有需要这个颜值方面是吧？对，需要，而且他们都喜欢发朋友圈现在。啊，首先咱得颜色，对，外表要起来。是，葱末。姜末，然后我们要加一点虾仁儿，然后我们加好看的颜色胡萝卜丁。喂，食材好丰富，里面的馅儿，营养很丰富。对，然后这个是蘑菇丁。哎，我觉得其实给老人做菜很关键的话，就是营养要跟得上。对，我觉得我首先纠正我奶奶的一个错误，我奶奶也不能说奶奶不是错误，我只是说是这个方向的。我奶奶说，叫鱼生火，然后肉生痰。萝卜青菜保平安。如果你光吃萝卜青菜不行，是的，这营养跟不上，对吧？对，它营养不平衡。人是需要油脂的，如果油脂摄入度不够的话，其实对人体没有什么好处。然后就是豆腐啊，我们可以用一半儿这点。
好，然后就可以了，就这些。啊，你看里面含了很多，既有虾又有肉，肉而且是三七分的。对。然后还有胡萝卜，还有菌类，还有菌类，对，还有我们的这个豆腐，对吧？豆制品，对，都涵盖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调味了，可以。好。那比如说你怎么教大爷大妈们让他们喜欢上这道菜呢？你需要那个比如说张罗啊，或者是这种吆喝啊之类的。我们在社区刚开始就是大家还比较拘谨，然后做了一两次以后都熟了嘛，就变成一家人了，就像原来北京胡同里那种。你家像我这个酱油，我家像你这个马扎那种感觉。对对对，或者我们家炖了碗肉，然后送到你们家去，然后那些大爷大妈就特热情。我这遇到的就是今天是他来，这阿姨来，明天是这个叔叔来。我说这怎么一天换一人啊？人家在家分工明确，一个学主食来的，一个学炒菜来的。哎，您说这搭配真好，是吧？咱们共同点就是，让老人吃出健康，更高兴，是不是？这是最好的。对，刚刚你说到共同点，我觉得你们两个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老年人会喜欢的长相，就是儿媳妇和女婿长相，女婿长相，儿媳妇儿媳妇长相，我是那个孙子长相。花椒酒它的味道会更好，而且把海鲜那个凉给中和一下，因为毕竟是给老年人吃嘛。就是，那你在过程当中也要讲这个吗？会有一些知识点的传授。加了香油，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馅儿更香嘛。因为老年人好像味觉啊，会有一点点迟钝，然后这个时候就更香会更好。对，他们会相对来说更喜欢。然后我们加一点淀粉，给这个馅儿上个劲儿，可以了。哇，好香！是，闻出来了。哎，但是你看，刚刚我们说。老年人整体做饭的话，第一个是要香嘛，但还有一点呢，我们不提倡那个高油高盐嘛，要淡。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是不是很难去把它达到一个综合？香有时候的话就是会用一些比较重的味道去加它，是。但是呢，淡呢你又不能又是重盐，这个怎么办？我们可以用像蘑菇啊、虾呀这类的来增添它更多的味道，让它的味道更复合。就是清淡不等于没滋没味儿吧？林大厨，那有什么方法呢？其实呢，咱们平常那个煮这个香菇水去腌制这个肉啊、虾仁啊，完了刚才也说了，用花椒酒，它这个味道更鲜、更美、好吃。对，好，我这个馅儿和完了，然后就稍微让它煨一会儿，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做水，然后把白菜焯一下，热水吧，对吧？好的。其实有时候老人做饭的话，不一定为了自己，对吧？对。对。他们已经退休了以后，能再展示自己价值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们好多人其实来就是因为我孙子喜欢这个，或者是我儿子喜欢这个，我学这道菜为了让我的孙子和儿子更愿意回家吃饭。其实听到这段话有点小心酸了，是说也希望我们的子女们、我们的孩子们在听到这段话之后，可以知道其实老人是很希望你们陪伴的。也许我们在外面的应酬很多，但是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常常回家吃饭。对，因为老人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在等着你。对，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泪目了，因为这种场面太多了，太多了。对，这个焯只要一软了，我们就搁到凉水里。基本上，比如说开水下过去几秒是比较好的呢？专业大厨的，专业大厨，五秒，五秒，对。然后我们就厨房纸巾，把这叶子都捞出来擦一下。好了，然后我们就拿一个勺，把我们刚才喂好那个馅儿稍微滚滚，就变成一个丸子了，放在叶子中间，像我们包包子似的。包包子？对，就这样，转起来，转起来。那也可以，这道菜也可以叫白菜包子。对呀，象形菜。对，然后就这样了。上面要留一点，这样好看，蒸出来。对。然后就拿我们烫好的这个，给它捆上就可以了。哎，你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不是社区最受欢迎的一道菜吗？对吧？对。这个时候，大爷大妈们他们一般说什么话呢？他们就周老师，这怎么弄啊？这个？对，一般就是像您这个动作，就都在这儿。就围成一圈。对，然后我都说大爷大妈稍微起开点，你给我点地儿，让我把手伸进去。好了，哇，可以了，颜值高，馋哭整个小区的一道菜。对对。来，林大叔你也得上吧。行。
这怎么样？可以，哎，帅帅，来，哎呀，漂亮漂亮。林大厨这个吧，就是它有花儿。您这个就包的馅儿满啊，就是我们在社区鼓励叔叔阿姨的时候，就是得说具体的，然后每个都好的，然后还得提出点不足。你要说我不好的话，我就不学了，我找王阿姨跳广场舞去了。先做水了，那是不是大爷大妈也会热情到就说像我这样，就是说哎，接下来是要蒸的吗？会跟你去确认这个步骤吗？会确认，而且会反复确认，然后拿出一小本儿。啊，拿小本儿记啊？对对对，说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叔叔阿姨的一些学习知识有认真程度，特别值得我们学习。那今天你觉得到目前为止哪几个知识点是必须要强调的？肉三七。三七，其实这些食材是可以随便换的，五种或者六种是比较合适的。豆腐我建议是一定要割的，因为这样你就馅肉馅不用打水了，而且它有豆制品，营养又更丰富。然后就是要加这个花雕酒。汤菜呢就是五秒钟。如果按照周老师这么说的话，确实得用小本儿。是的，因为信息量太多了。然后咱们这个开蒸了，开蒸八到十分钟，八到十分钟。然后我们要先调个汁儿，一点点生抽，用我们的太太乐精选生抽调馅儿啊，拌料啊，特别的好，超值装，够大瓶。可以掀锅了，哎呀，看一下，关键时刻来了，哇！哎，太有颜值了。嗯，最重要的是这个蒸出来的这个水一定不要扔，这个才是美味的秘诀。哦，用它里面蒸出来的水去勾芡是吗？对对对对，我们就把刚才和好的这个芡放进去。好了，这就可以了。啊，轻轻一下就行。对，轻轻一下就行。好嘞，翡翠福袋完成。一下就吞咽下去了，我觉得很香，首先我们说的那个特点，然后第二它不会觉得味道很重，我们说很淡，最重要一点的话，直接上这一道的话，你说家里的这些孩子们肯定会回家吃饭，是对不对？多么有颜值的一道菜，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这就是全家都喜欢的一道菜。明天加三重鲜，换个好味道，太太乐原味鲜酱油，喊您回家吃饭。幸福中国人，有家就有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冠名播出。能行天下，未享人生。回家吃饭由宝能汽车、宝能生鲜首席赞助播出。白菜要洗净，去掉根部，焯五秒钟，捞出，选用三分肥七分瘦的肉馅，加入胡萝卜丁、虾泥、豆腐，放入生抽、花雕酒、蚝油、白胡椒，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搅，上劲儿，把馅儿团成丸子，放在菜叶子的中间，四周菜叶往中间聚，用小葱细紧，这一个翡翠福袋就做好了。上蒸锅蒸八到十分钟，出锅后搁一点蚝油、生抽、盐，然后加一点淀粉，熬到粘稠，淋到五袋上。划重点，焯白菜保证五秒钟之内，不光保持白菜韧性，然后它的口感也更好。这个面粉呢，加入吃起来更筋道，这特别光亮，没有颗粒状，为什么呢？社区叔叔阿姨们老问的，我为什么是擀这个面片它不圆？您看这劲儿还是这么大。好，现在呢，我们把各种各样的食材和工具已经摆好了，对，然后开做吧。好了，那这首先呢，咱先把这个主食给准备好了，用我们的福临门核桃面粉，因为和面的话一定要用好的面粉。是的，把这个面粉呢，咱吃多少和多少，哎，够咱这一道菜今天就行了。加入五克的盐，加入蛋清，出来这个面条更爽滑。一斤面粉，搁300克的水，还要加入盐。对，盐就是使这个面粉吃起来更筋道。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很多人也在关注说，说为什么这个面粉当中要加了盐之后，这个会更加筋道呢？有什么科学道理呢？进入今天的厨房科学会，欢迎来到厨房科学会。和面时在水中加入食盐，为什么口感会更加筋道呢？本期厨房科学会为您解答。水中加入食盐会使食盐融入水中，并形成一种电解质溶液，面粉中的蛋白质遇到电解质溶液便会发生凝结，从而形成蛋白质胶，进一步增加面团的筋性。因此用盐水和面会使面片的口感更加筋道。哦，
原来是这样，所以呢，大家未来也知道的话，在这个揉面的时候一定要加一点盐，对，这样的话是更筋道。咱和好以后，您怎么揉它也不像这样嘛，光溜。嗯，哎，对，您看一眼这个光溜。对，对，您看一眼。柯老师，你看看，哎，这特别光溜，没有颗粒状。这为什么呢？咱这是第二次醒发了。哎，什么叫第二次醒发？这个。我是我不知道，还是说小区的叔叔阿姨也不太知道？啊、这个就是您问的特别好，嗯，这就是小区叔叔阿姨给我提的意见。嗯、我为什么在家里做这面片不好吃，而且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我说，您是不是揉了一回？啊，不是一般都是揉一回吗？啊，试完揉一回，但是说您怎么揉，它都是颗粒状，它不会像这么光滑。对，所以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嗯、就是说。他醒完之后回来，咱们再揉一遍，对，再醒就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哎，对对对，而且吃起来口感更润、更爽滑，好吃就行了。其实在家呢，也是社区叔叔阿姨们老问的一个，那我为什么这擀这个面片它不圆？擀面棍用中间趟过去，嗯，一定要趟到头。在家擀面条呢，这普通呢，你看像我爸、像我妈要擀都是这样，这样摁。按这两边它才能出去。其实像我们呢，弄上从中间就跟往外推，跟游泳似的。看我这就是推拉动作、嗯、因为面片它关键的话要非常均匀的，对，这个才是做这个面食当中最为关键的。是，那现在擀成这样了，基本是薄厚一样。哎，怎么样算？就是您看一下，薄厚一样，咱们就直接改成面片状就行了。您给我做点水。好，大厨问您一下，为什么面片要切成菱形的呢？一是外形好看，二来呢这薄厚，您能一下一目了然。咱这会儿呢，水也做上了。哎，咱也得加点盐啊。你说焯面片的话要加盐吗？哎，对，加盐，加点油。我们加一点弗里曼营养家的葵花仁油，一个是爽滑，而且一会儿出来呢，它不就是直接不用粘连了吗？啊，不会粘。对，这下锅得搅和一下，对，让它分开就行了。来，这交给您了。哎呦，这我太擅长了。大厨，咱们这个煮面片有秘诀吗？五分钟左右。对对对，它一飘起来，哎，可以捞了。这就，那咱现在先把这个胡萝卜片处理一下，三色，奶三色，一个胡萝卜，今天用到了，一个黄瓜，还有木耳，切个耳朵片。您呢，把这个木耳焯一下。对，木耳焯一下。这会儿呢，咱把这虾仁腌制一下。腌制虾仁呢，来点料酒，看它的原味鲜的料酒，来点盐、胡椒粉、胡萝卜也烫一下。您再给我打俩鸡蛋，打俩鸡蛋，只要蛋清吗？还是两全蛋？全蛋，全蛋。可以玩。这里边呢，咱们搁一点蛋液，稍微的润滑一下。完了，反复抓它一下，抓它一下，完了上生粉。周姐，您那个火继续开，咱把虾仁也汆上。好的。哦，你看你汆的也是有步骤的。对，先汆面，是，再汆蔬菜，对，再最后汆的是一个虾仁。是因为开始咱们这个面汤呢，咱不能扔，面汤本身它也有这个营养成分，而且营养的都汆到这个汤里了。刚才我给您来埋伏，为什么让您打俩鸡蛋？咱一点都不素，一会儿咱还炒鸡蛋呢。你看咱这就都利用上了。我觉得今天很多在看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会特别感动，就是因为我们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是，对，我们需要社区里面有更多的像大厨、像这个周姐这样的来到社区来教他们做饭，然后提供一些妙招，让他们能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去学，这是他们很需要的。您说太好了，虾仁两分钟就行。就是焯这个虾或者是拌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步骤是哪个？咱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搁进去，水开。有的肉肉觉得哎水没开就搁进去了，哎，那但是说那再开它会就老了。但关键几个点今天再跟大家强调一下，焯蔬菜5秒钟，焯面片5分钟，然后焯肉类就是虾这个的话1分半到2分钟。对对，这个时间其实是一个基本上都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可以可以。对，来点盐，咱们就来点胡椒粉、鸡精，再来点蚝油、料酒，来点生抽、香油，来点水就行了，搅拌它一下。完了呢，搁点水淀粉。对，来点水淀粉。咱今天这个稍微带点芡，因为老年人爱吃这个汁儿，口感更好。对，口感更好。咱现在呢，开炒。我们加一点弗里曼营养家的葵花仁油。而且我看你先把那个料汁调好的原因就在于，因为要快炒嘛。如果你再去拌那个汁儿啊，来不及。这个鸡蛋没摊特别硬，咱们这会儿呢，咱就来点葱姜蒜，煸香它。煸香这会儿呢，咱小火煸，煸出香味儿，咱碗汁儿来了。哦，先下芡汁儿。对，先下芡汁儿。
稍微在这淀粉呢有一点糊化，哎，让它泡出芡，完了咱把所有的原料迅速的都搁进去。所以之前要做好这么多的准备。对，还有一黄瓜，黄瓜，这儿有，哎，哦，稍微把火开大一点，稍微爆它一下，稍微爆点芡，溜一点儿，哇，出锅了，好棒啊！好，是不是有一种瞬间回到社区的感觉？是，太棒了，完成，完成，完成。哇，我觉得先说到这个面片吧，因为这和我们平时很多人，比如在家里面自己做的感觉不一样。今天我们用的是那个两醒两揉嘛，对，在炒出来之后也是很光滑的状态，而且的话不觉得很塌，对，很筋道。因为我们是给老年人做嘛，它煮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点，是，虽然筋道，但是稍微嚼一两口，它又很容易顺着我们的这个肠道就下去了，对，很舒服的状态，能消化。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道菜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常回家看看，常回家吃饭，同时要关注到老年人他吃的是什么，对，也要关注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起居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虽然说用通过美食的方法让他们更多的把营养带到自己的身体里面，但更重要的话，其实你们平时要把爱带回家，这个非常的关键。太好了，说的我心酸酸的。赶紧回家吃饭，就是这样，必须的，必须的。三色炒面片，首先呢咱们把这面粉加入盐和蛋清儿，加水和成面团，醒制擀成一个大片，切成这个菱形片，煮的时候呢加点盐，加点色拉油，煮出来以后直接放到凉水过凉，虾仁加入盐、料酒、胡椒粉、生粉搅拌腌制一下，黄瓜、胡萝卜切成菱形片，水呢咱烧开了以后，先煮这个胡萝卜和木耳，煮好以后，最后呢把这个虾仁煮一下，煮至一分钟到两分钟之间，碗芡、盐、鸡精、蚝油、生抽、胡椒粉，然后加点水，再来点生粉，最后呢点点香油，锅内咱少许底油，炒一下鸡蛋，炒至鸡蛋的时候不要炒老了，把这个鸡蛋盛出来以后，葱姜蒜末爆香，把碗芡顺时间倒进去，淀粉糊化以后，咱们把这个所有的原材料搁进去，倒进去以后呢，咱们顺时间一翻锅，咱就可以装盘即可。咱画一下重点，这个面呢必须利用这个两揉两醒，这样的面出来效果又筋道又爽滑。明天加三重鲜，换个好味道，看到了原味鲜酱油，喊您回家吃饭。幸福中国人，有家就有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冠名播出。真食材先到家，本节目食材由宝能生鲜独家赞助提供。弄弄盘儿，点缀点缀，哎，好，行嘞，太棒了，完成，完成，完成。来，先给我照张相。我跟大厨照张相。会会笑吗？就他们会先抢菜。对对，先抢菜。来来来，哥，让我跟大厨照张相。来来来，抢。哎，换我了，换我了。